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搭乘8点16分飞往马来西亚 A B C 122航班即将到来。搭乘本航班的旅客请到 D10 入口等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架飞机预定在5分钟后到达，地面温度是23度，谢谢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台湾高铁，本列车开往南港，沿途停靠台南、嘉义、云林、台中、新竹、桃园，祝您旅途愉快。